又到了我们的开箱时间，那这次会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把它开箱哟。哇，包得好紧密啊！什么？哇，这是我的杯子。仔细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哦，两面的。另外一款是黑色的。它是黑色的，它这个是变色，就是如果你没有加那个热水，它这个颜色就会跑出来哦。我们等一下抓它，再试试看。好了，变色马克杯变色喽，我的 logo 在中间哦，是不是很棒呢？好了，这次的开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